死了，小王会追究我们吗？那将军不是被妖所杀，而是被姬妖死的女杀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无言明明是被妖所杀，怎么怪到姬妖司头上了？冲武营添油加醋，在项王面前大进谗言，还好丞相求情，替我们争取了最后一天的时间。最后一天？岂不是连五日时间都没有啊？明天就要死了。项王限你们五人在明日午时之前抓到水鬼，否则整个姬妖司上下都要一同问罪。只剩一天时间了，那就不能再拖到水鬼成亲之事再当然一现身了。我们必须主动出击，今日就抓住他。怎么抓啊？线索全部都断。没断，还有最后一个人，一个一直藏在暗处却至关重要的人。齐小姐，水鬼取琴凶案涉及的死者多达数十人，但除了齐小姐之外，其余的新娘都没收到冉姨给的婚帖。我相信在她身上一定有秘密。齐小姐失踪了。小姐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还有一个线索，齐老爷。齐老爷故意把烈妖人的消息透露给我们，让我和卓统领去追查，中了埋伏。他的确很可疑。你们再去一趟齐府，好好查查那个齐老爷。我用妖力追踪一下齐小姐，或许能找到她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动。老朋友叙旧，这个碍眼的大荒笑话，我就替你杀了吧。那你可以试试。你能护他多久？此时此刻，还是生生世世呢？不用护着我。我和李伦之间的血仇正好做个了断。哦，你现在身无神力，凡人只具蜉蝣之姿，了断，自我了断吗？凡人之躯无法长时间承载破幻之眼，你是怕他看到你真正的样子吧？既然了断了吗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女子报仇岁经年。啊！
玩笑为何听不到剑鸣？算了，我先去梦里找他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，我是为了白泽令。白泽令，有些梦能让你想起被遗忘的过去，而赵远舟正是拜托我让你做这样的梦。那我刚刚在梦里看到的那一切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所以你是想让冉仪用梦境帮助我想起白泽令的下落？那不是梦境，是你的记忆。可为何我没有这段记忆？在梦境中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师父的确将白泽令传给了我，我额头也确实形成了白色印记。那为何你的体内却完全没有白泽之力？也许还有他尚未想起的事吧。赵云舟，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了，那你答应我的呢？七老爷已经受到了惩罚，那他的自由呢？
初音，你结交的朋友真是越来越差。以前来往的好歹是白泽神女，现在竟然连这些低劣的东西能对你呼来喝去。你不知道吧，她与赵婉儿情如兄妹，赵婉儿还把自己死去哥哥赵远洲的名字给了他。初音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一个是尊贵的白泽神女，一个是罪恶的大妖朱颜。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关系匪浅，所以他每次跟赵婉儿在一起的时候都戴着面具。真的是你？